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，各个少数民族离不开。让你们看一下，少数民族在学习汉字、汉语啊！你看写的拼音，写汉字，写的多好。地长地在赛乌务农务农还是是汉上学，是，就是说你的弟弟是在家里干农活还是在上学呢啊？要气要气，哈哈哈哈哈！